Hello，今天吃炸串。小龙虾烤苕皮。鸡腿排，姐妹们，何为方的螺蛳粉现在有活动。他家的粉软软糯糯的，还有汤底很浓郁。现在升级了，汤底更浓郁了，令人更好了。
我碗里只有两包。大家拍那个麻辣味就是加麻加辣的，他家真的是平价里面的战斗机，就五连价美。煎包，
黄小江的新疆炒米粉。美味美味美味。竟然加了几根贡菜。每一根粉都裹上酱汁，绝了。大家可以多加点配菜炒，今天家里菜不够了，加的少。炒的爆辣的哈，快过年了，真的可以囤起来了。我这就炒了一包。今天没有加啥配菜，最主要是粉。醋里脊烫饭，
锅鸡。